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君子盟中人，君子盟天团，我们好有默契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景木然，我饰演的角色叫蓝爵。大家好，我是洪瑶，我饰演的角色是王燕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威龙，在剧里饰演张平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成，在剧里饰演陈愁。嗯，威龙三月二十五，威龙白羊座，对，四幺九，白羊座，几个四幺九，白羊座，你背过，你肯定是背的。然后洪瑶是三幺九，这太鸡贼了，太鸡贼了，功课太足了。我知道我跟威龙是双鱼座，三幺二五，白羊座，他不是白羊，白羊，他是白羊，没错。白是吗？都憨憨的吧，都憨憨的吧，都很帅，都很帅，都很帅。内在都很火热，对，对，很热情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三位的微博头像都很帅。那你模仿一下他帅气。我没他们帅，我模仿不出来。都是脸吧，大头。啊，对，他张我也是角色，我也是金哥的，我是自己。来，我觉得可以。他们在后面是吧？啊，对对，你也是你们模仿的来的，来，轻松。哎呀，真好可爱！好像我真烦了。唱出其中场景，在基础人声上建立节奏开启。只有宋威龙，你也有吧？我拿了，你不是出了个单曲吗？没有，是他戏。牛儿吃，像牛儿新的，爱吃草啊！其实我是之前都还没听过几位老师亲唱的一个主题，我想和大家现在是教他们唱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是单个单独付费。解锁歌曲，请支付远。其他老师有听过那首歌吗？要不要唱一下？我们就还是，我们最近都比较关注那个牛儿小吃。对。那要不合唱一下？好，我们一起合唱一下。一起合唱啊！嗯，好。牛儿醒了要吃草，那边的草儿非常好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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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我们还有和声。想说一下，如果在排行榜里面的话，但是这首歌会排前，还是别会排前？这首歌吧，因为这首歌不是挑事儿。出圈了，主要是人家作品出圈了。我这个就是那，就只是偏北，就比较吃亏。富人对方的穿搭途径，这个太容易了，应该。哦，这是平生活中的呀，我也是剧里的呢。完啊！我唱的，这个就不太用的比较多。哦，我记得这个是威龙，对，我看过他朋友圈发过这组，对。这个是行吧，对吧？这个信息是郭成，对我。这个是朋友。啊，这整个这是你吧？包包的这个。这个是郭成吗？这个是宋威龙。这不是宋威龙。这不是宋威龙吗？这不是。那完了。这多宋威龙啊！这又是你。啊，这个是我。是你。这不是我呀。难道是洪瑶吗？这是我，这是我，好无聊啊！这是我拍戏的时候，实在困得不行了，就找了一个角度在睡觉。我以为在拍杂志，在拍杂志，我以为在拍杂志，假的。睡觉好做作呀！摆拍，睡觉都在摆拍。我真的就这样睡的。这个也挺做作的，对。这个不是我，这是他，这是随便，就随便拿，随便一摆是吧？没有随便一站了。哇，这个童年照，这个是我，这是你啊？这都相成啥样了？这还认不出来？对，景哥，这个也是你，这也景哥，这不是我，啊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这个是你啊，这我，为什么你没有脸的时候那么时尚？对，看来啊，这是能说的吗？可能我脸不是那个单品的。你们互相评一下对方的时尚鉴赏力怎么样？这个很时尚，对，要论时尚表现力，对，我还是从小就会摆 pose， 还是景哥，还是景哥，还是景哥，还得是景哥。我班十人挑战，来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我先猜出来，对，这是他，对，宋威龙，我，对，我这是你自己不能抢答你自己的，对，我还比你快呢，来，一二三，
胡杨。胡杨，我先说的。不用猜了，郭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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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集，第一集，一节拦脚出场，在面摊十分钟左右吧，在面摊嗯。就是那个怼死嘛，对，尬聊，因为穷，尬聊，因为穷，孤儿。如果你是那个的话，我就绷不住了。我的那个真的很好笑。这是我。啊，我记得这个。这个不好笑吗？这个看过。我也看过。你当时慌吗？没慌。很丢脸，太丢脸了。要是你，我就不会再打了。这是杆的问题。还得来一个，可努力了。等会儿还没来呢，我已经想象到了。这是你几岁的时候？这是去年。来公开处刑一下，不能。这个没有那个什么。这，你看这面，这是在收工的路上。你的脚嘞？你这好像那个广场舞。这个就是广场舞。好会啊！你们互相评一下，这个谁最搞笑？说实话，还是我觉得台球桌那个。台球桌那个丢，真的很丢脸，我觉得。经典，我算是没憋住。那个真的有点憋不住。唯一一个憋不住的。秦老这样被公开处刑，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顺？我也觉得挺搞笑的。好。现在已经所有人看一下，就是谁打的最多。都挺多的，对，反正你们也没记忆嘛，对。有影响的肯定是我。记一下，最高的最高，那我们就当是秦宝得分最高吧。那你们当然得夸一夸，是不是秦宝最高？不，我们那个得公正。今日，既然诸位对本官有所质疑，为保公正。副大理寺接受调查。行，好了好了，是您公正，是你是你。我们试了一下，感觉是你。感觉我不接受，感觉应该是他。对，一定是了。一定是。刚含蓄，他10秒了。10秒来着。一人十秒嘛？对，还是一起。别抢，一人十秒，都有机会。一人十秒，一人十秒，公平，都有机会。愿意夸，当然愿意夸。那我先开始了。景宝你真帅，景宝你真高，景宝你真白。你为什么要嗨一下？我都知道你。演戏又好，又认真，然后性格开朗，然后很真诚。嗯，什么样？认真。我认。你赶紧了。不算。帅，然后时尚感很强嘛。嗯，然后。你说点别人的话，就是别人都知道。就是给我送零食，送水，对弟弟特别照顾，一个真的特别那种就是真诚的在夸。我是很真诚的，只是我长得不真诚，长得不真诚，长得不真诚是吗？没有啊，景哥就真的很好，认可你了。行，我觉得景哥，很专业，首先对拍戏也很，这有点官方。拍戏很专业，这我说完了。不，我特别记得寒冷的夜晚，我们有煮红酒，还有麻辣烫那天，对，那个真的是全组我们在象山点不到外卖的地方，然后送来了温暖，对，吃得很开心那天晚上，对，所以景哥就是很会照顾人，对，景哥请的，什么呀？对，威龙跟景哥一起请的。希望大家多多看我们的君子毛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然后跟身边的朋友们多多推荐我们的君子萌，入股不亏。对，希望大家多刷弹幕，多评论，多互动，记得看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